最近人气很旺的童星姐妹花左左右右，因为模仿韩国女子团体大跳安全帽舞萌翻天，萌到让他们红到国外去。现在受邀到美国参加知名脱口秀节目，这可爱小姐妹今天早上就从桃园机场搭飞机出发了，开心到在现场是又唱又跳。戴着粉红色安全帽大跳韩国团体的舞蹈，他们是超萌双胞胎左左右右。这段影片抛到网络上，已经吸引超过160万订阅人次，左左右右爆红，现在更受邀到美国参加脱口秀节目。双胞胎姐妹就算 NG 吐舌头还是超级卡哇伊，要出国了，真的好开心，更现场来段即兴表演。来一张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妹妹。这对才5岁的小姐妹感情好到从打扮到身上物品都要一模一样，她们不止会唱会跳，就连跆拳道也都难不倒她们。两人红到国外去是继2010年小胖林育群之后第二个上美国脱口秀的台湾人。我们要去美国了，拜拜。拿着护照准备登机，小小姐妹花要用超萌魅力征服美国观众的心。记者黄祖华、黄子凤台北桃园采访报道。